军师麦斯也需要创新，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是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这个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同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事，使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成兄又到地，铸就桃园三结义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是三顾茅庐请诸葛，说完三国讲水浒，是山东梁山雷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这个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势，武术公是他擅长，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，梁山好汉战风浪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这个他为美名传天下，长江浩浪推前浪，这个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完成，入云龙公孙胜卖个手机叫 iPhone， 笑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，木叶叉孙二娘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，花和尚鲁智深走南闯北开大奔，活阎罗这个栾小七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儿，个青龙白虎身上印，毒火星是佟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蓝月精，蒲天雕是李应，身上80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，神火将为定国，为了金钱眼坠落，跳剑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逃踪网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体放，每一浪高过另一浪，以上全部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，小林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，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是跪下叫我林大人，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鬼就把谁带回家，谁再公平把